好，一二三，五小姐驾到！五小姐驾到，驾！五小姐。刚吃完马铃薯，现在在吃这些。等下还有脏的，吃这赞耶！终于重头戏来了。他们不敢吃，这是好吃，我要吃，超好吃。Right. I should have known you were bad news. 我们要去，我们现在要去光化文站，因为我们要去那边叫保文库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一二三闪开，露出主人了，因为有一位要去买十九斤漫画，这个 LSD 啊，我好期待，等一下再分享给大家看。OK， 头发先下来。来自己说，社长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阿基巴哈拉。我叫恐龙。啊，我们要买什么类型的漫画？好像是就是那个给他捅进去的。不要再说了啦。小姐，我们现在要进哦。我说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很辛苦，还要出来自己拍自己的专辑宣传。我们的很低调。我们的新专辑名称叫《爱在景福宫》。爱在景福宫，爱景福宫。首播主打歌就是十九禁。对，那是因为呢，要针对就是现在正在萌芽的青春。对，像我们这样，你看，那我们就是成年礼呀、啊。第二首歌叫做《成年礼》，然后是蚯蚓。那第三首歌呢？我们这次总共有五首歌。对，第三首歌叫做《掉白眼》。对，因为艳阳高照的部分。对，那三首的曲风都比较不一样。叫撇眼，撇眼，撇到屁眼这样子。而且我们这是《撇眼》这首歌的 MV， 每个人都是这样拍的。最后再拍嘛。正在为自己十九禁漫画努力的女子。来，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主人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接受采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要的漫画找不到，找不到。他怎么跟我的社员交代？No search, no search。他是 no search 啊？对。那怎么办？我要怎么振作起来？还是那只是其实是你的私心，根本跟你的社员没关系。我的社员会支持我的理想抱负的。我社员会懂的。没关系，让我们继续喝杯饮料，转换心情。Let's go。